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在一个澳洲的商场的母婴室里，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边的设施，非常人性化。那今天呢，刚刚带虫虫去游泳了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参加一个宝宝的生日趴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顺便做一个 room tour， 给大家看看澳洲的母婴室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那你可以吃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好 ，Let's go。是澳洲的母婴室，是自动门，洗手的地方，还可以换尿布。觉得这个粉粉的还挺公主的，很好看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小 logo 设计的很棒哦。哦，长颈鹿、狮子，这个插画都很漂亮。洗手喝水，最好的是这边是有一个玩具室，进去吧，进去，给大家看看，有好多小玩具，这个是喂奶椅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 monitor， 你这样可以看到外面大孩子在外面玩，就是充电的地方。Star， 嗯，这是 Star， 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转吗？哇，鳄鱼 crocodile。隔壁是谁？隔壁是个熊先生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小厕所。刚刚进去，觉得它这个设计非常好。它会有一个宝宝的小马桶，很矮。我说你看看过去。一个妈妈的，一个虫虫的。然后这边洗手池也是。一个大一个小的，你去洗个手，虫虫。虫虫的高度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出去啦。然后那上面写什么 ？Book exchange， 好，走进去。地方很大，你想看什么书？我们在这儿玩一会儿再出发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没几本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这上面有一个 baby， 是不是？这本书够厚的。嘿嘿，这教你如何养 baby 的书。是商场的读书角，大家可以带书来看。Daddy， Daddy 抱着 baby。